双十一确实买的东西比较多，我买了个鼠标，还有一个灯。每天我都得下楼去拿快递。全军出击！什么鼠标？罗技鼠标啊！大把刀锋啊，不对，这是塞拉斯。小伙子，怎么是塞拉斯呢？这不对啊，这不对，这是你的不对了。这走位，先搓一下。这小子带的什么？征服者。再搓，再搓。A 阶中风，这没中风。Q E A E 兵平 A 平 A 戳 A A A 一 Q 二的闪现点炎回血吃药接死亡，还行吧。先来个皮海肯定是没问题的啊。亚索现在出羊刀加不朽之弓，不对，亚索现在应该出，对啊，好像就应该出不朽之弓。先看攻击速度，这个先来个不朽之弓，有点僵硬啊。亚索前期都僵硬，谁玩谁僵硬，戳哎一走。一扣二连，一扣二连走了。他带的传送是吧？我说他怎么一扣二连平 A。一过来 W 柱接中风，他没有药了，插个眼儿来。太猥琐了。完了，往斜角中风，一走练我 A 接戳 A E 接中风，不行，这塞拉斯的英雄太能耗了。中风回家了，我得先来一个死刑宣告。我感觉我打的不出死刑宣告不好打。混沌无孔不入，先来个狂战士镜甲吧。我有点盐我也得跟他耗啊，我就即使有点盐也得耗他。
四个羊刀伤害不如暴击是吧？这种英雄耗血太猥琐了。戳，哎，哎，中风，戳 A， 再 A，A 戳 A，A 点燃 ，EQ 耳链，平 A 接大招起来，戳。如果你跟我打一波，那我肯定是不怕的。风这人不知道哪去了，走呗，走，我们厕所回城啊。不行，哎，算了，还是先正武见袋吧，正武见袋啊。你们确定亚索羊刀不行啊？我看人家都那么出，三个暴击加上一个羊刀，然后正武见袋不朽之功。没打着吧，小鞭，你这闪电鞭不行，中风，戳，再戳，中风，我的炮车，你完了，小伙子，你让我很生气。哎呦！都死不了哟，摸眼儿，其实我急了，刚才我那 W 摁的快了，我有点害怕了，刚才手一抖，你知道吧，一抖给我一机灵，那 W 技能就放快了。你先等他把 E 放了，上，没蓝了。他有闪啊，妈呀兄弟，这你能没让他交闪就跑了，我没想到啊。好射，我马上到，冲嘲讽，一 Q 耳链平 A，再 A 戳一刀 A 接中风，给我呀，可以，谢谢我的哥。中风戳，中风，中风，接大招，点燃戳一回来 A， 戳接个平 A 换掉，这波亏了。
一些塔没了，我靠！我先来个不朽盾弓。急什么呀？那中风中着了还不急啊？那都中风了还不上啊？这要没中风就算了，这中风了我指定得上。去波中路。中路看来没啥机会呀，下路也没啥机会，哪来个哈子？咬你一命！我就收兵了，拜拜。伽里奥应该不太会死，这伽里奥没事啊。爆炸果实能接大招，对哦。哎，对哦。一扣耳链，平 A 接大招。戳一过来 A 接一个戳，接平 A 接平 A 接戳 nice 兄弟们，自己 A 的接不了，你看我就知道自己 A 的接不了，所以我刚才吧我就没接，以后呢我就看看我钓鱼到底能钓出来多少个兄弟。这波说实话，这个 W 啊，没给他大招给他挡了，属实是不应该，真是有点菜了，兄弟们。这波确实有点菜了，骂我吧，没关系，可以骂。中风，哎呦，有点痛！哎呀，辛德拉来的稍微慢了点，你知道吧？他再推的再快一点，这三个人都得死。这卡莎伤害有点高，呀，这卡莎杀了十个人啊！天哪，为什么不杀塞拉斯啊？瞎子多难杀呀！还没打过吗？啊，还没打过，我的妈呀！为啥不杀塞拉斯？我是没想到啊，兄弟。他可能对这个瞎子啊，有点怎么说呢？可能是有点仇恨，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
先把瞎子杀了。兄弟给我挡一手。你就跑了，那快跑吧。驾驾，这波又是我死。哎呀我好气啊，怎么又是我死呢？1200，差点钱呢。瞎子不都死了吗？他们还打龙？顶他起来，他死。哎呦，好踢！这没走位，不应该呀，懒脸汉呢，我心踢不着你，这么远也能踢着。这不能叫菜，这叫判断有误。我就收，没事，峡谷打了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峡谷看一看。卡里奥其实还可以。谁给的灯？把瞎子先杀了，走过来啊！我们 ADC 死没死啊 ？ADC 死了，这波就能打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戳 ，nice 啊，银马，他肯定是回去了，这是。别送了，寒冰。都不要，那我要吧。这羊刀 A 一下300多攻击力，也不是300多攻击力吧，300多滴血。下一件我们来个什么呢？狂热怎么样？我的火焰，银血剑可以。我有峡谷，兄弟，风吹。晒不晒？嗯，晒吧。哎呀，
回就对味儿了，这才叫亚索。这干嘛？中风接大招，卡莎怎么往上飞呀？推一波。由于我们一波的精彩团战，你导致对面的基地要没了，这也往里窜，兄弟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哎，我发现我这还行哈，我这EQ闪。